好痛，好可爱，这画面有印象，这里面动物又更精致哦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舞者们，小姐，你觉得我们的舞跳怎么样呢？很优雅哦。他被我打乱顺序了。这像一颗头，一个头的玩具兔子。我很好，谢谢小姐你的关心。我当然会说话了，可惜我再也不能跳舞了。发生什么事呢？你的身体怎么不见了？这可不是愉快的故事，你想继续听吗？那就坐下来听听吧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听你故事，好吧？以前我跟莉西小姐是整个王国最好的舞者，我们很快就受到女王的赏识，每天为她献舞。我们是每场舞会的焦点，甚至还受邀为艾格丽特女王的贵宾跳舞。正因为如此，其他人很快就开始羡慕、嫉妒我们的才华。哦，有天晚上，在女王某场盛大华丽的舞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在更衣室里遭到其他舞者埋伏。似乎是我们太完美了，让他们连一点被女王赏识的机会都没有，这就是他们撕碎我们身体的借口。他们把我们四肢藏起来，只留下头，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取代我们跳舞。真是太可怕了，确实很可怕。我能帮上你的忙吗？小姐，你应该帮不上什么忙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把我的身体藏去哪里了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。克劳利，我们或许能帮你找回来。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或许可以，但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我可以试试看，拜托，让我帮你吧。你真是一位善良的小姐呢，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对不起，我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名字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跟何丽的。何丽西，谢谢你小姐。还有，如果你遇到他的话，请帮我转告他，一切都会好转的。嗯，交给我吧。哦，他不会跳舞，被邀请了。让开，你挡到我们了。这两个最凶的。哈，你们两个等一下一定会。好，就这个，这对我最不友好的黄色衣服的，记好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这边音效会这个样子？我急需你的帮忙，拜托。我需要怎么帮你呢？这样的，我上周二中了王国乐透，女王给我一枚闪亮的金币，用来投旁边的机器的，但是我没有手，根本办不到。哦，好，帮你吗？金币藏在叶子下面。哈，我有存档。好，得到金币，但是我不帮你投啊，强制投，强制哦。想说，盒子都锁住了，这边应该也是有那个，对，南瓜视频找到了，哦。今天南瓜饰品很多耶，到处都有呢。这个房间有许多惊喜在等着你哦。好的，好啦，我先去投啦。这个应该是游戏要前进的一个。有东西掉出来了，是一个蝴蝶结，是蝴蝶结，你耳朵上那个蝴蝶结。真可爱啊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是喜欢，但是我是男生。什么？你的性别不平等的家伙，难道男生就不能喜欢蝴蝶结吗？我可能不适合戴这个。好啦，不要哭，好可怜哦。很抱歉麻烦你了，小姐，看来我还是拿不到奖品啊。
What？ 谁说的？你当然可以，这样就好了。你看，你戴起来很可爱哦，南瓜先生。真的吗？但这里没有镜子，我看不到。我的剑你，你又把镜子给别人。哇，超美丽的南瓜。看吧，真的很好看，谢谢小姐。别客气，南瓜先生。啊，你不给我东西吗？什么意思？南瓜先生，我帮你那么多忙，你竟然不给我，还更……哦，气死我了。对，他刚刚有说要去做这件事情啊，所以很明显是剧情需要。许多惊喜在等着我，从一开始开吗？哎，锁住了。哎。四还没开过，四可以开哦，这要一个开是不是？开，你好啊，小姐，想不想跟我玩个游戏呢？你吓到我了，要玩什么游戏呢？好啊，是，这字好慢，好慢，好，答对下个谜题，你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品。如果遇到任何问题，不要犹豫，马上去问团长吧。团长是那个南瓜吗？建议存档，此地图有南瓜饰品。我刚不是拿了吗？还是还有是不是？马蒂亚斯看着自己的葬礼，看着人们聚在开启的棺木前，有他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还有两个旁观者。所以呢，有多少人参加了马蒂亚斯的葬礼？我当然不在那里。哦。可是不是说有很多旁观者吗？有他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还有两个旁观者。看着自己的葬礼，如果他应该是灵魂状态，包含他自己吗？不觉得题目很直白吗？多读几次，对你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？有多少人参加了他的葬礼？六个啦。你真聪明，不是吗？那么下一题哦。我曾三度被玛丽戳疼双眼，又曾三度因他流泪。那请告诉我，你觉得我希望他死去多少遍呢？哦，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三次。什么？喂，它既是黄的，又是蓝的；既是红的，又是绿的。看似相交，但我没记住其他三个颜色。或许你该问问女王。怎么可能？它是黄的，又是蓝的，又是红的，又是绿的。看似相交，但我没记住剩下三个颜色。或许你该问问女王。啊？现在没有下雨，但下雨时别忘去看看它。雨伞，既是黄的，又是蓝的，又是红的，又是绿的，剩下三个颜色。彩虹啊，那然后呢？红橙黄绿蓝靛紫，真厉害！那么下一题，我觉得这个题目会有点微妙。凯瑟琳跟瓦伦蒂娜都生于9月12日，一个神秘如月，一个暴躁如雷。瓦伦蒂娜两岁时，凯瑟琳只有她一半的岁数。之后的岁月充满动荡跟愤怒。那差几岁呢？一岁啊？什么怪问题啊？看来不管任何题目你都能答对呢。那我们下一题。将烘烤好的五道菜肴摆在窗边放凉后，伊丽莎白太太便出门采买箱子跟包装用的缎带了。但她没有想到，她不在时，强盗跑来吃掉其中两盘。这强盗也太无聊了吧！又有只流浪狗吃了另外一盘。伊丽莎白太太回家发现这一场灾难，请问有几盘撑过这个糟糕的一天呢？两盘？哎 ，no， 几盘？
什么意思？冰果，那么下一题咯。对，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在叙述的手法上面让我们误解了。如果问说是几个盘子加个字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好解。书架上有两本书，一本是上下倒置，一本是前后相反，请告诉我两本书加起来的几页啊？有几张第一页呢？当然是两张咯。年纪小小，脑袋却很灵光的嘛。那么下一题咯，好多。艾德利特女王吃了一打苹果，里面有五种口味，有着南瓜、青苹果、两个蓝莓、两个是葡萄，还有三个是樱桃。哦，吃了几个南瓜糖？喂，五个糖果，吃了五个糖果，对不对？他吃了五个糖果嘛？哦，吃了一打糖果，十二个南瓜糖哦。等一下，有一些有着南瓜风味，那就扣掉嘛。三四五六七八，那是四，耶！最后一题，我是如此的无所不能，穿门而过是我的伎俩。这些扭曲的殿堂中或有阻挠，但请别害怕，将我纳入手中就好。因为只要有一次温柔的触碰，我将解开你遇到的束缚。要熟，当然是烤鸡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做得好，小姐，你真是个聪明的女孩。说好的奖励，得到了一个闪亮的要素。好，可以用在哪里呢？应该是右边吧？这里。Q。Nice。哇，好多东西！我觉得我玩的进度蛮快的，老实讲。他每次换衣服就叫我转头，真不公平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要看别人换衣服哦？变态南瓜！有点熟悉的衣服，这边应该也有南瓜碎片。这里，你听到这些传闻了吗？他们说利希因为之前的事永远沉眠。利希是谁？真是超爱悲惨故事的，说这种话太过分了吧。这什么桌上这东西到底什么东西？书没有吗？没有碎片，这地方没有碎片。新版变简单了哦，可能就有一些地方就做一些调整了，可能有些东西不是很重要。这镜子好奇怪，进去。此处有南瓜碎片，没关系，我回来再拿。呜、哦，没有 BGM。女王来了，我却只能在这里面壁，真讨厌！你想干什么？你看你，你要女王换衣服是不是？你这变态南瓜，变态南瓜 ，hentai 南瓜，这边有碎片，可能异世界跟那个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哦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等着被处决。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既视感。怎么了？可爱。感谢你们来参加这个特别的典礼。我知道你们都全力以赴了，但是你们也知道，这一对组合能够被我选择为最佳的舞者，而其他落选的人都要被处决。是谁胆敢打断典礼？我只是
给我安静。你什么人？从哪里来的？你来我的典礼是想要做什么呢？我只是在找东西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在找四只我弄丢的东西。哇，这怎么有选择？我是在找四只没错啦，但是那就选择我弄丢的东西咯。这样啊，那可真是不幸哦。先坐下来，等典礼结束我会让你去找的。那谢谢你，就算不能赢得胜利，我们的爱依然永远不变，让我们同生共死吧。但是你是嘴巴很坏的那个，我讨厌你们。你们两位是太过分了，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他们的，我们的怨念会缠着他们直到永远。选四只会被砍吗？啊，我不想坐上去了。获胜者是右上角那一对吧。克劳利跟利希，赞哦，恭喜你们获胜，你们可以站到旁边去了。完了。至于其他的输家，你们全部都会被处死。他不能就这样杀掉所有人吧？士兵列队。等等，永别了，仆人们，你们都尽了自己的本分。哇塞，呵呵，哇塞，现在都解决了，该喝茶了。至于你，离开之前，记得把这里清干净，知道吗？要不然，拿着这个吧。哦，舞厅主钥匙。我希望回来时能看到这个清洁溜溜的舞厅，不允许出任何差错，要不然我必须帮助克劳利跟利希。不是啊，克劳利跟利希不是走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们两个家伙不理我。你才希望啊，你没有看到他们变得肉块了吗？表情凝固在死前惊恐的那一刻。哎呦，利希的断臂，为什么是利希的？克劳利的断腿。这个我不太知道什么意思。还是说克劳利跟利希？好，那应该都拿到了，该不会一大堆东西，一大堆石块在我的背包里面吧？真的假？好，好，清干净，这算清干净了吧？好，那我这边可以回去了吗？这边有点意不明，等一下我想想看，我回来拿，就如果是异世界的话。还说之前呢，因为利希他们是取得获胜哎，然后他是不是之后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被处决呢？天台南瓜哪里啊？这边有碎片啊？真的假的？这个是那么细哦？这太细了吧？OK， 南瓜饰品拿到了。给他吧。放下身体补给，保留是什么意思啊？
你为我费了那么多功夫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克劳利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救你们两位的。我会修好你的。什么意思？好，放下身体部件，然后嘞，我找足够的部件给你和利息用了，希望这些可以修好你们。谢谢你为我们四处奔走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感谢你。你会缝纫吗？嗯，可以请你帮我们修好身体吗？我希望能跟利息再重聚。好，我帮你们缝好。哦，我没有东西，我有钥匙，应该是要去左边。你会缝纫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会缝纫？别傻了，我当然不知道。无论如何，就给你吧。什么？人真好，你感觉好像把热丝丢给我一样。请问你会吃饭吗？会哦，那我把这个餐盘就给你吧，你帮我拿去洗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使用。好，缝合吧。感谢小姐的30块钱。哦，兔子好了，可以动了，真开心。帮利息缝合，我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有种不寒而栗的样子。哦，原作是沿用你们的文本的样子，只是有些地方被修掉了。哦，不过这次的翻译目前还蛮满意的。哦，我先额外讲啊，我觉得目前玩起来没有什么一些不适的感觉，因为很多繁体游戏，国外的繁体游戏都是用先翻译成简体的口语，原本很融入在里面，可是突然来一个与自己语言不是那么的配搭的用字，就感觉很怪。现在玩起来算是 OK， 之前校阅翻译的也非常的，我也蛮喜欢的，你们的作品都很优质。你只穿这样就来参加？他为什么要呛我？哦，对不起，不是你，找错了，是你才对。我想说我要帮你缝身体，然后你直接呛我说我超不适合。好，克劳利，哦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，真太好了，谢谢你小姐，我们永远欠你一个人情。别这么说，你们再次共舞也让我觉得很开心哦。请收下这个，自从身体被撕坏那天以来，我一直保留着它。哦， special 的 key。 好，这是剧院的钥匙。好，谢谢啊。太习惯 shift 了，气死我了。哎，刚刚是哪一队啊？这一队吗？哎，我们刚刚那个状态啊，就是说我们刚去的异世界是未来呢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还是